到了青岛，你姑姑她一个人。他说还不习惯，待两天就习惯。这里小孩洗的多一点。我心里以为有没挑的好看。
头先，你不想玩了，年轻我就不会了。
先走了，你八点回去吧。好的。这工作还没开始。
你呀，你仲冇搞好啫嘛，粒都抌到埋啲公具。唔係要
咦，过来。
Thank you.
不行，是关。
Thank you.
受不了啊。一样要一包。75块。辣椒粉还是说米粉？一样要一包吧。好。冰箱里的我看一下。东西就好，十五天。这个好，看一下多少钱。好，29.8。分三份。分三盒装是不是？对。啊。还要啥？这个，好，这个也分成三份，就匀在一起。放在一起还是另外装三盒？放得下吗？放得下，你这里我装一盒我都装得下。哦，对。但这个也分三份。这要一半还是还要？对，就是西瓜加上这个。啊，我是一块就够了，还是要拿多一块？啊，先一块，先完再看。一起。41。不是哦，怎么不是？我是那一块不是，我先给你看一下，等下不要搞忘记了，鱼是。好。对，我刚刚也是切了5片，别误会这不好。没事，这个记着。不是，他误会了，刚好那里有一块小的。哦。差不多大。要切出来了，你称又不好称。
我的钱转了的。好，谢谢。钳子放多少？随便。你想要多少，我们给你多少嘛。一点两三个够不够？一盒一两个就行了。
七楼。七楼。好、啊。张明国，这在哪买的？这个。嗯。这是往那边上坡，然后再往前那个十字路口那里。哦。开玩笑，肯定得联系啊！吹空调。